Welcome to my restaurant.我选这个地方吧，这个是这个院子，这是我自己的家，不是刻意选的这儿，而是就利用自己的家呢，然后做了烤鸭。一开始规模没有这么大，没想做成今天这样，只想临时做做。后来呢，时间长了，没想到就做起来。 采用的这种烤鸭的做法呢，是就按照轻功御膳房传统工艺这么制作，保持了传统挂炉烤鸭的这个技术。这个北京这个城市呢，它是一个 文化底蕴相当丰厚的城市，所以说这点也是北京比较其他城市值得自豪的。